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熏法安心读书会每天为您分享熏法相心得。今天的主题是发菩萨愿，待佛受记第944集。我是维智。经文：尔时大目犍连、须菩提、摩诃迦旃延等，皆悉耸立，一心合掌，瞻仰尊严，目不暂舍。这几天的文哦，都停在这里。那上人把大目犍连、须菩提、摩诃迦旃延都交代一遍。今天就迦旃延的故事会再讲一下，然后就进到经文的皆悉耸立，一心合掌这边上人就有开示。其实我们在前几天也已经讲到了，就是说这个耸立就是你看心有惊惶害怕，惊了，就是说为什么会耸立？因为他有所期待，因为期待的话就怕落空，就怕失去，所以就害怕等等。待会我们后面来看这个后面的这个上人的开示。上人的手札：所指在本处，解脱生死虽目大，犹未定作菩萨。是居白净地，作无为坑，但念空无相无作而已。这里面很有趣，就是上人就是倒带，倒带就是倒到哪里，倒到南其所指犹在本处，就是提到这些弟子当初就佛陀就很担心这些弟子他还停在什么，停在本处，就是他们修到阿罗汉就停在那边就不动了这样，他们觉得解脱生死这样 很好了，没有烦恼了。那虽然目大，目大就是还是羡慕这些大圣这菩萨道，菩萨他们入人群去度众生，让众生得解脱好像也是很棒可他自己呢，自己心没有把他这个什么定下来心逃了定了，就是没有做出决定我要做菩萨，我要发大心立大愿，我要做菩萨，没有，而是什么停留在居白净地，就是说停留在他这个很干净很清净没有烦恼的一个地方，就是像须陀洹、斯陀洹、阿那含、阿罗汉这些都是白净地，这个就停在那里做无为坑，这些道理无为就是道理有为法无为法这些道理他都懂懂呢，但是就停在那里，因为他做为什么要做呢他就停在那里，他没有路人群，路人群要走他就觉得我这样的这个僧团的生活修行这样已经很满意了等等，但念空无相无作而已这个阿罗汉他们在这空法啦、无相啦、无作这边的确都已经学到了，修得很好可是这样是不够的。那佛陀认为这样就是什么？南其所指犹在本处，就停在本处。那上人为什么今天又把它讲一遍？因为我今天听上人的开示，发现很多有的都是讲过，但有一部分是新的，那就帮我们复习。那我觉得上人就是怕我们一个是什么？这个他讲了那么多法，我们到底有没有听进去？没有听进去，就是还是停在本处，你根本就没有听进去没有法入心，法入行所以我在第一次熏法相的时候，我就写了我说上人这个今天他是要我们反省那我就写了四个反省的题目。第一个，佛陀所说的法是否入心？上人所开示的法是否入心入行第一个反省。第二个反省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像婆罗门或刹帝利一样为欲为名为利而争那第三个，我们有没有像比丘之间为我见法执而争因为这两个就是什么？因为这两个在开示当中，这个有这个婆罗门他就来问这个摩诃迦旃延，那摩诃迦旃延他就很有智慧的回答所以这两个列入反省的题目。那第四个，我们有没有学跟摩诃迦旃延尊者一样？因为他是论义第一嘛，我们跟他一样就是做菩萨做到度众生、传佛法、扩大爱因为他就真的把佛法传得很好，他都可以说服很多人然后把这个佛法传出去。所以我就写了这 四个题目来做反省。因为上人今天要我们反省你有没有停在本处你有没有听了法以后听一听，就是坐在那边听，他都没有听进去，也没有去做这样就不行了
那今天的图我就画成这样子啊，你看所指在本处啊，像白净地啦、无为坑啦、啊、啊空无相无作，这些都是停在本地，因为这些大弟子啊都已经修到这里了。可这样是不够的啊，还要什么勤修大圣法？他们不是只有目大，不是只有羡慕这些大圣，叫勤修大圣法。法路行，法路行啊，不要说只停到只修到解脱生死就停了嘛啊，还要什么更重要？所以今天重点是一个转折，就叫发心做菩萨。今天的转折是这样，因为刚才他是心不定了嘛，他是这个由未定做菩萨，对不对？他还没有定，可是你就定下来，就发心呢、啊，就定下来，就发大心立大愿，我就是要做菩萨，就对了。那做菩萨就入群度众生嘛，就度众生传佛法，扩大学摩诃迦瞻言一样。因为今天的文刚好是讲到摩诃迦瞻言啊，昨天有讲到，今天又讲，所以因为他就是代表啊，这些弟子的代表，每个这些大菩萨啊，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那这个今天的文里面比较特别的就是所指在本处啊，我刚才说上人是道代啊，道到哪里啊？跟大家道一下，在《信解品·穷子喻》里面这一段文我印象很深刻啊，所以我会背这个啊。然其所指故在本处，下列之心亦未能舍啊。这几句可以背起来啊，就是说穷子有没有？穷子有时候一开始这些这个大富长者，这个长者。他的爸爸、啊、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哎，就给他这个宝库啊，给他让他知道这些宝物你都可以用啊，等等啊。可是什么？他虽然已经领受了，也知道有这些宝物，金银珍宝及诸库藏，他都没有吸取一餐之意，有没有？所以这句很重要。然其所指，故在本处，下列之心亦未能舍。所以他就是在这个状态。那上人今天就把我们倒带倒到这里，哎，我们有没有这样？就从这里接了，可注意哦，这里是一个转折。你看啊、哦，在接下来一行字而已哦，复经少时，再过一会儿，没有多久啊，复知旨意见已通泰，因为他前面已经铺陈很久了，哇，这样20年了啊。那这个复知旨意见已通泰，所以通泰这两个字很重要，就是说一个孩子、一个弟子啊、一个学习者，他的心啊通达了啊，这个开放了啊，就是。不管是视野啦，心胸都扩大了、啊、等等，坦然了、啊、这个，所以这些就是什么，可以给他受记，可以把这个家业交给他的一个指标。所以你看，复知旨意，见已通泰，有没有成就大志，自比现心？就说，哎，我现在要发大心立大愿，就成就大志，自比现心啊，我以前是不对的，这样。所以你看哦，那当这个条件成立以后，这个长者就什么啊，临欲终死快，他快要。这个往生之前啊，就赶快把亲族找来，国王大臣差利金都找来啊，宣布啊，这个是我的孩子。所以这里是一个转折，然其所指故在本处，下列之心亦未能舍。好、啊，这个已经到了什么？复经少时就会什么啊？复知旨意见已通泰，它快要转了，好、啊，快要转。所以这里是一个转折。所以我刚才你看，就是说。所指在本处，勤修大圣法，有没有？那这里转折到发心做菩萨，入群度众生，就是转折在这里。经文当初信解品的时候有，那上人把我们倒带倒到这里，因为这几个四大弟子要给他受记 啊，迦叶尊者已经受记了，好，接下来、欸、这些弟子也要给他受记，那当初他们都一起提出这个啊，这个穷子喻在信解品里面提出穷子喻啊，这个是穷子喻的文，这时候已经。到尾端了，有没有？他在转，他要变成通泰了，然后这个爸爸也要准备把家业交给他了，所以这个手札在讲什么？这个让我们反省自己的有没有停在本处嘛？所指在本处，如果有呢，要赶紧发大心立大愿，发什么心立什么，就是做菩萨，发愿做菩萨，然后呢，那菩萨里面就要去做。行菩萨道也要说法传法，因为今天刚好是迦瞻言的例子，就是有说法传法、哦、那么来看上人的开示，这就是在描述过去佛陀这些大弟子声闻缘觉、哦、他已经随佛修行、哦、了解什么苦地十二因缘，有没有？那这些他都了解了，人生轮回的苦的道理他都了解了、哦、所以他所指在本处，这些法他了解，可是他却停在那里，停在哪里？停在独善其身、啊、停在阿罗汉、啊啊、或是须陀含、斯陀含、阿那含，这些就停在那里，他觉得自己解脱生死
这样就好了。那大圣法他只是羡慕而已、啊、因为他怕什么？他怕路人群会受懒着啊，不敢入人群啊，这样独善其身啊，就他不攀岩啊，这样。那这个菩萨啊，能够利益众生啊，那他看到芸芸众生因为有菩萨去得救，他们只是羡慕了，自己还是 不敢做出决定、啊、佛陀虽然要鼓励他们，但是他就是信心还不够啊，这个不敢做出决定，因为他想自己这样哎，能不能解脱，有没有这个法、啊、够不够、啊、所以他就居在他的白净地做无为坑， 就这样。上人解释这两句、啊、就用比较简单的解释，就是说你想想看、哦、如果出家修行、啊、那每天呢就是托钵啊，托钵回来今天吃饱了，营养足够了，专心听法，然后观境界净思维修、啊、那这样生活真的是很单纯，心无懒惰。可这样对吗？好，是只要这样够吗、哦、等等。他们因为有些弟子他觉得这样啊，好像这样我就守在这样嘛，啊，修修修 断生死、啊、不用再来轮回，是不是这样、啊、心地是一片清净、啊、可是这个啊，这个是小圣弟子、啊、他们的这个在这个生活、啊、是这样啊，但念空无相无作、啊、空的道理啊，空的道理他们是懂了、啊、可是就是说这个真正的真空妙的道理他就不是还不是很懂。那上人今天就举那个种子、啊、种子的例子、啊、这个他从有真空妙这边、啊、再讲一下好了，就是说、啊、这个佛陀在说般若经的时候、啊、他当然般若就讲空嘛、啊、一切皆空。那 有这个东西，如果你一层一层给他拆开拆开拆开，到后来分析是什么，就是没看不到东西，就回归于空，是不是这样、啊、那这个一粒种子隔离的缘，这粒种子或这颗种子永远都是种子、啊、这句话我把它画起来也很重要，因为这个上人有提到、啊、这个大甲的菩萨、啊、大甲清水，上人是清水人嘛、啊、大甲就在清水的上面、啊、旁边。那这个种子、啊、因为大甲跟清水的这些菩萨、啊、他们都有就是摘一些种子、啊、把它做成盆栽也好啦，做成装饰品也好啦、啊、可是种子、啊、甚至还有雕刻啦、啊、或是这个等等、啊、好，所以你种子有各种的可能，可是如果种子它没有这些阳光空气水的话，它永远是种子、啊、上人就有讲。所以你如果缺乏因缘、啊、你看这边讲了说它就没有办法成为一棵树、啊、种子一定要落在泥土，所以要有大土土壤，有大自然的土壤，有大自然的水分，有大自然的空气，有大自然的阳光、啊、这些因缘汇合它才会什么长成树。那什么种子就长成什么树，这就是道理、啊、所以这些道理它有一定的道理在、啊、这个所以所有的这个种子啊，这些法也要有因缘、啊、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啊、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这很重要、啊、那这个无形的道理、啊、这个有他的定律，是不是无为法有他的定律。那佛陀他用他的智慧、啊、从这里开始很重要， 这一段、啊、有时候听上人开始看起来淡淡的、啊、上人又帮我 复习三十七处道品苦集灭道四圣地这些、啊、我念一下、啊、佛陀运用他的智慧谈天文说地理谈人事谈人说事，来说出了人生的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引起的生因缘的法，教导我们要如何回归我们的真如本性，就说三十七处道品。好，这些看起来都很普通，可是这个就是在回应啊，这上人要传递给我们的。待会我们来看啊，其实刚刚不是四个题目吗？四个题目的第一个题目，佛陀开示的法，上人开示的法，我们有没有入心？就从这里，答案就在这里啊。这些四圣地、十二因缘、三十七处道品都要入心啊。我们要如何精进啊？要如何看清人间？如何看清我们的身体啊？你看啊、哦，看身体要修什么四念处啊？四念处很重要。佛陀入灭的时候，佛教经有讲、哦、要以四念处为主，对不对？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哦、超级重要的、哦、那再来、哦、除了四谛法就是苦集灭道以外，四念处刚才讲过了，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正道、哦、这样这通通都要、哦、这样就是说就是什么，这佛陀教我们的法也是上人教我们的法，加强我们的修行啊，让我们方向更清楚更透彻啊，更正确啊、哦、那这个对法更了解，
那又可以去除无明。道理清楚了之后呢，要干嘛？要发大心，立大愿，入人群。你看这一转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佛陀每一天向着弟子所说的法。所以我的第一题啊，刚才反省的第一题答案就在这里，答案就从这个佛陀运用他的智慧一直讲讲讲到，这是佛陀每一天向着弟子所说的法。上人都不厌其烦不厌其烦不厌其烦的讲他就怕我们就停在本处都没有办法听进去，或是不懂，或是不会用。因为你不信解，你有信啊，可能你要解，解完了要去行，行要正，信解行正很重要。一切的法人事物你计较什么呢？念空无常无相这些道理也都要懂。声闻缘觉他们会常常都是什么在白净地或做这个无为坑那所以大家既然修行他们就是解脱生死啊，所以就停在那个本处就是声闻缘觉这个果位，他们就停到那里是这样，没有再动了那他们只是羡慕这些佛陀像大菩萨发大心的这个大菩萨的赞叹等等，也羡慕菩萨在人群中的付出可是他自己要想清楚想清楚不要再害怕，因为他没信心嘛因为他怕这个在轮回中这个等等，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有这些这个继续还是能够在白净地跟无畏根等等好，那佛陀在法华会上，在灵山会就我们现在的这个在谈的华经的时候，他就开始要大家转小为大啦，所以他就不断的在赞叹佛的境界。方便品是不是讲这个佛的境界佛的智慧很辽阔等等让大家知道说不是只有你停止的地方，还有更大的空间，还有这么大这么大的智慧法海等着你，有没有？佛法的宝藏要入人群才有办法透彻大家听总算听懂了听懂了以后就发心等等，所以这也是当你听懂了你也愿意发心发大心立大愿做菩萨，这也就是佛陀才会给你授记的一个基础好，那所以上人就你看花了一些时间帮我们把这个前面很重要的观念就帮我们这个复习再讲一遍。那么来看这个今天的文。尔时大目犍连须菩提摩诃迦旃延皆悉耸立，一心合掌瞻仰尊严目不暂舍那今天再继续讲摩诃迦旃延摩诃迦旃延他是议论第一昨天也稍微提到昨天就提到迦旃延这个，你看他又度了国王等等他的出身背景等等，他解脱了爱欲的束缚，没有烦恼，没有不平等的观念那今天有提到这个有一个婆罗门的修道者来问谁？问迦旃延他第一个问题问说，婆罗门与婆罗门相争，刹帝利与刹帝利相争，是为了什么迦旃延就回答说，为了贪欲他们都有贪欲可能贪名贪利或什么这些。因为婆罗门是这个他们这个种姓里面最高的，刹帝利也是很高，第二高，像国王大臣都是刹帝利婆罗门就是他们自认为是这个神传下来的这个就是子民，就是他们是最高的等等。那他们已经都是在社会上很高的地位，可是还是争，为什么？因为那个有贪念有欲望不管是财色名食睡权力欲望等等都有好，那这个迦旃延很简单给他回答那这个婆罗门听懂了，听进去了。那这个婆罗门又问一个问题，比丘跟比丘相争，因为比丘已经是修行人修行人为什么又相争呢？是为了什么？迦旃延回答也是很简单，我见跟法执。因为修行你看就是要去除执着，去除我见，诸法无我嘛。我常常讲说 有我的时候就没有法，你这个我很大你通通有我的时候这个那就没有法了。所以法这个一定要什么？诸法无我，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好，那还有法不能执着，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经不是这样讲的吗？所以比丘在争什么？有时候比丘也是修行的，我们是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我们也是我们是优婆塞优婆夷这样那这个你不可以有我见
然后不可以执着，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还有要诸法空为坐，之前不是要穿这个柔和忍辱衣吗？就是你要大慈悲为是，穿柔和忍辱衣，诸法空为坐，所以不要有我见，也不要有法识。那迦旃延就回答这个婆罗门的问题，他回答得很好，那婆罗门又继续问，这个婆罗门也真的是很有意思，可是他也是很用心，他也是修道者，他就问说，那什么人能够离开贪欲呢？我见跟法识，因为刚刚这些婆罗门啊、刹帝利啊、比丘，他还有贪欲啊，还有我见，还有法识。迦旃延就回答说，那就是我的老师啦，释迦牟尼佛，那因为只有修到佛的境界，这些就放掉了，对，那真的都清净了。那婆罗门修道者听了迦旃延的话，哇，就很感动，就请这个迦旃延引荐，迦旃延就度他去皈依佛，那他所以他就很快皈依了佛陀，那上人今天就讲这个迦旃延的这段故事，那么继续往下看后面的文。揭悉耸立，三人弟子见大迦摄得受道济而身不愈，所以未安，惊悚站立。你看耸立这边把它翻成惊悚站立，惊啦会惊惶那会站立因为什么？因为不确定，不预就是不能预测，不能预期，就说迦摄被受记了，那会不会轮到我们？可能啊，但是也许不会啊，万一佛陀怎么样等等等等因为他也不知道佛陀是怎么想所以他心就不安这是揭悉耸立。那耸立就是惊惧不安之貌就惊惶害怕，惧就害怕，不安的样子。那这个摩三圣希冀之状，摩就临摹了，好像把它画出来，好不好？形容出来，画出来。三圣是指什么？就刚才这三个弟子就是除了这个摩诃迦摄以外，不是还有摩诃迦旃延啊、须菩提摩诃目犍连，他们三个称为三圣因为他们也修到，待会会引用上来开示他们修到这个阿罗汉所以也是小圣中的圣人所以他们怎么希望被受记的样子，就是把他们期待被受记的样子把它形容出来，这样。那意味我等同城穷此一遇，对不对？我们三个跟你跟这个摩诃迦摄跟你一起跟佛陀报告穷此遇，对不对？那为什么你现在被受记的，那我们还没有？因为总是有时间差嘛，总是有先来，不是先来后到，就是要受记也是一个一个受记，好像不管要受证或颁奖也是一样一个一个来。可是问题还没轮到而且以前佛陀没有做过这个事所以他们真的会有这种心情这也是描述的蛮那个贴切的那这个摩三圣希冀之状因为这个提到三圣还有这个这些，所以我特别把这段开始也把它摘录出来就说这其他剩下这个四大弟子里面这三个，他就心里还是想说，这个我要他们就在等被佛陀受记，可是又还不确定所以就是有这样。那为什么称他为三圣呢？因为他们的烦恼已经去除了这些生老病死、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无因次圣，人家都已经去除了真的堪称为圣，因为他心里已经清净了所以他是得到四果罗汉小圣当中的圣人烦恼无明的去除了，所以我们也是要很尊敬这些他们这几位好，那因为我以前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上来讲这样就想说，对啊，他们已经到阿罗汉烦恼都已经漏尽了都没有烦恼了，是不是？那为什么还会揭悉耸立呢？对不对？好，那还会有不安那其实上来就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这也是人之常情就是说虽然他们已经去除无明了，但是因为你有希望，你有个希望，有个期望，有个期待，那就会怕这个期待落空这样，所以会有这种心情这是后来给他想一想也是有而且他们是修到阿罗汉，对不对？阿罗汉对啊，这些见惑思惑都去除了，可是尘沙惑还是有那他们，所以人只要你有希望，有欲求，有所求，或是有这样，那就会有得失心那
那难免会有、啊、在当下，在那个当下是这样、啊、所以他们有，那不过他们已经那时候已经愿意什么发四弘誓愿，四无量心、啊、愿意行六度、啊、所以他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对不对？有这样的心、啊、那佛陀后来也会给他受记、啊、我们接下来看就知道，只是在当下，在这个摩迦瑟、啊、被受记这个当下、啊、他们几个这三个、啊、三个人的一个状态是这样描写的，真的是很入微、啊、描述的很深刻、啊、好，那所以因为自己这个上来有讲了一句话很有趣、啊、他说这个迦瑟不是被受记吗？那佛陀哇又讲迦瑟这个成佛以后他的国土啊，那个清净庄严平坦啊等等哇，那所以他们就还在等，好，迦瑟被受记得很好，他说自己在等的都觉得时间很长、啊、听到别人已经得到了未来是怎样怎样，那我呢这种心态在圣人也是有、啊、对啊，有时候像 我去等，不管是比如说去打疫苗要等，然后是不管做什么事要等，哎，有时候等的时候都会觉得哇怎么这么久啊还不赶快啊，那个昨天去银行办事情这边等，这等一位而已，可是等很久啊，这样说你怎么不赶快、办好了、啊、等等、啊、所以自己在等都觉得时间很长、啊、所以这个讲的还上来讲的很 真切、啊、好，那往下看，其一其心何时执掌，瞻视敬仰世尊严龙、啊、正义求佛目睛不顺、啊、就是说因为他们还是很恭敬的虔诚的这个合掌、啊、那个瞻仰尊严、啊、目不暂时、啊、所以就是很虔诚的看着世尊、啊、这样，那就看这个佛世尊啊哪时候来给我们受记、啊、这样好，眼睛眨都不敢眨这样 OK 好，那所以这只是在描述什么未来这三位、啊、要如何能够得到他们的国土、啊、那未来的国土到底是什么样子呢？那其实人生的苦难很多、啊、那所以人人对生死其实都很厌倦、啊、但是现在他在讲这个这三个弟子、啊、这几个弟子的心情的转折、啊、因为他们本来是小圣嘛，是那样，但是现在知道哇，人群有这么多苦难，那人群的苦难必定要有圣人在人间才能解开苦难、啊、这句话我把它画起来，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在菩萨道里面、啊、这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如果你是对小圣人而言他就 不以为然、啊、那我们修菩萨行的、啊、走菩萨道的这很重要啊，就是说人群的苦难一定要有圣人在人间才能解开苦难，你看最近如果你看大爱台人间菩提，现在全世界四大不调、啊、现在气候异常越来那个频率越来越高，到处有美国有龙卷风啊，连马来西亚有大水啊，哪里哪里菲律宾、啊、一个台风、啊、我都想说现在十二月了你看还有台风而且淹大水、啊、那个程度还跟海燕风灾差不多等等，哇这时候如果没有你看人群的苦难，如果没有圣人在人间要怎么解开这些苦难、啊、上人就说如果没有因缘没有慈济人的地方当然就很难啊，啊有时候要有因缘，那你看有慈济人的地方大家努力去什么去救灾去发乐食啊，去发现纸卡啦、啊，去发毛毯等等，去关怀啊，好去好，所以这时候都要有人间菩萨啊，有人间菩萨啊，所以这个圣人呢、啊，就简单讲的就是我们的志工就是人间菩萨、啊、这样，在灾民、啊、他们都会很感动啊，所以大家体会到佛陀来人间传法是盼望人人要发大心入人情去解脱人人的苦啊，上人都一直带着我们做这个事情。佛法要如何打开人心，要如何去除烦恼、哦、上人就说独善其身只有一个人解脱，兼利他人、啊、就普利天下、啊、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真理、啊、所以我们就要兼利他人、啊、普利天下、啊、那上人到这里就结束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人人时时要多用心、啊、那我们一开始有提了四个问题，我们很快再复习一下作为一个结束、啊、我一开始有提出说这个我们要反省了，上人今天就是要我们反省，不要停在本处这样啊，那不要独善其身啊，他已经讲很多次了啊，
那佛陀说的法有没有入心呢？上人所开示的法有没有入心？一定要回答是的。Yes。 那包括上七诸道品、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上人今天是不是帮我复习这个？再来，我们有没有像婆罗门或刹帝利一样，为欲、为名、为利而争？要说没有，而且不止没有，要一点也没有。那我们有没有像比丘之间为我见法时而争？没有，不是一时的没有，要一点点都没有，绝对没有，永远都没有。所以要修，修到很清净。所以答案二跟三的答案是没有，一跟四的答案都是有。但是你这个有也一定要永恒持，那没有呢，也是要恒持，该戒的都也是要恒持。那第四题，我们有没有如迦瞻延尊者论义第一一样，做到度众生、传佛法、扩大爱？要回答有，真的要学习 大迦瞻延，做菩萨、行菩萨道得受洗。其实上人今天他最后还有讲了一个迦瞻延，这个又度了另外一个国王，那国王也是因为爱妃的关系，那这个爱妃死掉了，还这个念念不舍等等，迦瞻延还是去度他，而且很成功啊，他摘了一个树枝譬喻，树枝你看离开树啊就枯萎了，就不能再长出叶子了等等。所以迦瞻延真的是很厉害啊，这论义第一。其实这些佛陀的弟子十大弟子啊，特别是十大弟子或所有的弟子这些大修行人，这些大的尊者菩萨，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他们这些，那做菩萨，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这样 有朝一日我们也可以得佛受记。感恩，愿做上人的助教，广传净思妙莲华。感恩。